Is a blue shoots up through the stony ground, but there's no room, no space to run in this town. Two, three. Oh, 马上就要升天了，此时的心情真是太激动了，又兴奋又紧张啊。Awesome. We're good. High five. Yeah. We're good. Take it out of this place.队员们有惊无险地于当地时间9:30到达了皇后镇，未做停歇，本次极限之旅的一系列挑战就接连而至。第一天进行的是高空跳伞。跳伞先从穿伞服开始，在4600米的高空以时速200公里落下，不多穿点可有你受的。害怕不害怕？不害怕，我就一直要第一个跳。他是你的搭档？哦，应该是。叫什么名字？My name is Ralph。你在天上的时候会有摄影师为你拍照录影，他们的设备你肯定没见过。哦，就这个含在嘴里边。在这里跳伞有三个高度可供选择，分别是4600米、3600米和2700米。只要天气干扰不到飞机，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从4600米的高空跳下。在这个高度，可以享受到将近60秒的自由落体下落带来的快感。伞是向导亲自叠好的，绝对安全可靠。这里的每名向导和摄影师都有过至少3000次以上的跳伞经历，在旺季的时候，一天甚至要天地往返10多次。是特别爽，我兴奋的已经睡不着觉。来的时候我就中午的时候他们都回躺休息，我不行，我就早早我就下楼下等着，一边玩游戏一边等着大家。怪不错的，肯定美景之类的，各种。确实还可以。
半空当中一直在悬挂着，哇！不过也没有紧张，就出来的时候瞬间有五秒钟吧，就是好像是那种脑袋空白。不过我要求自己一定要睁眼睛看着所有的一切。失控的时候一直在睁眼睛，一直在看，分天和地来着，没一直在分来着，很棒啊。嗯，是我感觉自己真的很棒。 嗯以为不练了以后再也找不到这种刺激了，没想到太爽了、哦、感谢你们。Go to the bar. Yeah, so cool. 有什么想说的吗？啊，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有木有？